这是美国第七舰队的旗舰海伦娜号，在这艘旗舰上正进行着一项美国政府为感谢我国前任驻美海军武官柳赫图上校在美服务成绩优异的授勋仪式。首由美国驻华海军武官科姆田上校宣读授勋颂词，在场观礼的由我副参谋总长于伯权、美第七舰队司令英格索等中美将领，美国驻华大使蓝钦亲将军官级功绩勋章配赠柳赫图上校。授勋完毕后，英格索将军在司令室设茶点招待，并由柳夫人分切祝贺蛋糕款待来宾。